我是喵喵。在中国的第一天，我们现在在酒店已经都起床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大概半夜2点多才睡觉。现在我弟弟要给我买早餐过来，我老公要吃鸡蛋饼。真哇，弟弟给我买的早餐。哇！明灿和明娜都等不及了，说看着就好吃。大姨大姨，拖鞋。大姨大姨。哎呦，大姨大姨。你看你家里快递、哦哎、我的快递啊，吴明啊，你的猴子到了，过了还要签字的，还要签字的，看到外面的倒走了，谢谢，终于回家了，来来来，看一下我妈在搞什么好吃的东西，我搞不着吧，嗯，好香哎！嗯，起床都是这样。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现在不吃，嗯、我刚吃的。啊，这个能用吗？能用的。到了。嗯，我用笔给你写呀、啊。房子几个房间啊？三个啊。两间房。这是你们的房子？嗯。哦，喂，你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啊？这里全都是我的玩具。还挺大的嘛。嗯，很乱。哇，大鱼，这里都是你的玩具啊，这么多玩具啊。这是老妈的房间是吧？对，可以啊。老妈的房间，她。哎呦，美女，你来了呀！你好美呀！你怎么这么美呀？这么美呀？你干嘛？你一过来就发工资呀？啊，美女，你一过来就发工资，赶紧坐坐坐坐啊！来来来来，赏你一瓶水。小弟小弟，给你两个。来来来来，发工资。哎，给他两个。这是给胡同的哦，我们搞清楚了啊、哦。你们三个人等一下，那个饭店付钱啊，知道吧？啊，吃饭的时候付钱。啊、哦，你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们两个、哦，你们请我们吃饭好不好？好的，大鱼，你请我们吃饭啊。我们今天来农家乐吃中午饭。好，欢迎光临。啊，来接我了是吧？在哪里？哪里吃？哦，哇！这多少人啊，天哪，啊，这个太吓人了，这个转一圈能有几分钟吧，对啊，这太吓人了，这个哎哇，这个就是我的大家庭，还有我爸爸没有来，带明娜去见识一下我们中国的点菜啊，什么中国点菜怎么点，妈妈带你去见识一下啊。老公你也来啦，你也要看啊，我也要看。妈，这边都是点菜的地方，这自己看，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但是想吃虾呀，那点这个虾好不好？这个虾。喂，这个点了吗？我都不知道我点了什么菜。啊，你要吃锅包肉，这个不好吃哎，超级大。这边是一个农家乐，我弟弟说这边的菜很好吃。这个点了吗？看看啊，米鸡是吧？没有。刚刚那个虾呢？虾有一个椒盐。那就不用。你点了几个菜啊？哎，这个怎么点啊？拿个枪扫一下。扫码。这边是点喝的，你想喝什么，然后直接在这边点就可以。嗯，你要不跟他点。这个是套餐啊？对，这个套餐，酒有点吗？不用，不喝酒。这个套餐1700元。在韩国算中国人民币，在来回来中国要算韩币。
1700的话，差不多30万。对。这是什么扇贝啊？这个转一圈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菜都要凉了吧？龙虾。这个叫牛气冲天啊！这个叫对啊。人没到齐，来先，我们先来吧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以水代酒，好不好？要站起来吗？要站起来吗？坐着干杯！来，干杯！谢谢！哇，谢谢！这么多菜都不吃，如何下口？这米娜喜欢吃的虾。快点，我小姨，美不美？不美。不美。哎呀，他老远过来就陪我吃了一顿饭，然后现在他要回去了。下次见，下次见。好不舍得。不好意思。好，行了，去吧。好的。慢一点啊。小姐啊。都没好好招呼你。拜拜。